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倩。昨天拍了那个视频，知道就是那个很多人都想买那个朝鲜紫菜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到了那个紫菜养殖区啊，我们去现场去看一下这个紫菜啊是怎么那个生长的啊。昨天那个海鲜老板娘露露啊，然后他家有养殖这个朝鲜紫菜，那我们今天特地过来啊，他家这边参观一下他朝鲜紫菜的一个生产过程嘛哈。它是这样子长在上面。对，它的苗是七月份的时候放进去，大概有40多天的时间，然后长出来的第一个紫菜。这是它是寄生在绳子上面的。对，它生长在绳子上面。这个第一次的生长出来的紫菜就是非常的新的，颜色就是暗绿色的紫菜。那这样子采摘之后就对，直接加工成，对，拿到岸上加工成紫菜。我不用，我不要，我自己就。不过，这个紫菜已经那个从海上采收回来了哈，味道很香啊。我们已经到这个露露家的这个紫菜加工厂了哈，看它这个是晒好的紫菜，这个是太阳光晒的是吧？对，颜色这样绿的，你看到吗？给我尝一下，好想吃啊！啥你的？很甜，很好吃。好吃吗？特别好吃哦。淡淡的香味。对啊，我今天这个很新的，滑滑的，就是这个。奶奶也就用这个加的。对。这个跑腿鸡蛋都有什么规格？这个可以包装很新啊，可以半干很半熟，或者是包装好的。一斤的。对。用小一点，这个是半斤。对，小一点。那个外地呢会吃起来会比较方便，然后这个它因为它这个是拉口的吧，然后就是如果我们吃不完的时候，这样把它拉起来就好了，就是比较容易储藏吧。然后就是一斤的就是拿来送给亲戚朋友啊，比较方便。你那个快被我吃完了，赶紧打包，不然肯定被我吃了。是不是非常的好吃？很好吃。用大人小孩的话都可以拿这个当零食。对，可以拿去做汤。生吃也可以做汤。对，可以做汤。这个很开胃，是很下饭。哇，这么多紫菜，让我吃的话，我一天就可以把它吃掉，信不信？开玩笑。今天为大家做一碗紫菜虾皮汤。
好了，换上一个辣椒。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好。哇。哇，这颜色很漂亮。香喷喷的，不要浪费。好，紫菜虾皮汤完成啦！紫菜虾皮汤来啦！大家吃饭了。现在我盛一碗给你品尝一下。紫菜虾皮汤。太新鲜了。好。阿姐，你来吃饭吗？嗯，好。好好吃。我吃多喝一点。就是加盐啊，还有辣椒。就是啊，对，就自己清水烧开，放点紫菜虾皮，加点盐巴味精就可以了。喜欢吃酸的，放点醋。嗯，哇，可以，我这个估计可以连喝十几碗，可是不够，留一点给露露吃吧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多喝一点，多喝一点。谢谢露露的款待哈。那你让我，让我们看看来看他们家养殖海鲜紫菜的基地场。以后有想吃海鲜的就到我这边来。嗯。因为这个紫菜非常的。也实在很冷。今天视频先到这边哈，喜欢阿酱的朋友们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，那么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